你有想过 Google 为什么叫 Google 吗？原来 Google 的前身是创办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设计给史丹佛大学内部使用的搜寻引擎 Backrub。后来打算进一步成立公司的时候，为了传达能处理大量网络资讯的意思，想取名为 Google， 意思是10的100次方。只不过注册的时候意外笔误写成 Google， 但 Larry Page 反而更喜欢，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啦。